1916年出生的舒淇，今年已经42岁了。虽然已经不再是当初的年轻时期，不过看舒淇这平时的状态，一点也不像已经40多岁的人，颜值和身材都依旧在线。模特出身的她，气场也很强大。和丈夫冯德伦结婚后，两个人的生活也非常幸福。舒淇在一期活动中身穿紫色星空裙闪耀登场，低胸的设计很有女人味，再加上裙子及地的长度，更加的端庄大气。舒淇的长相一直是比较西方的，五官的辨识度也很强，侧脸更显得有味道，头发微卷，慵懒的披在两边。舒淇的身高也非常有气势，即使在西方明星面前也不输气场，裙子的设计本身就很有亮点，因此和赵忠舒淇完全处于主动的位置。几日不见，舒淇又惊艳了，紫色星空裙气质炸裂，冯德伦真是捡到宝了。舒淇一身紫色的星空长裙出席活动，甜美的微笑加上得体的肢体语言，让她更显女性魅力。网友也纷纷感慨，冯德伦娶到舒淇真是捡到宝了。同样是一袭长裙，这次选择的是素色的抹胸长裙，网纱的设计非常轻盈，整个人看起来更有仙女般轻盈。一袭黑色修身长裙，女人味尽显，肩膀和手臂处的透着网纱设计，让肌肤若隐若现，增添了一丝诱惑的美感。职业装的舒淇也非常有气场，黄色的格子西装较基础款多，那种清爽的感觉，里边粉色的内搭增添了青春的气息，一件白色的内搭，外边是件黄色和紫色撞色的短款外套，下边是一条黑色的半身长裙，裙子侧面的开叉设计非常有特色，露出了细长直的腿，侧边的黑色包包和这身的色调也非常搭。